冯大人，你以后做事情能不能换个地方，别再煮名医了。我只是去查案子，案子发生在哪儿，我哪能控制？你那招骗得过别人，可骗不过我。你挑拨离间，让陆远同记恨左相跟皇帝，却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。哼，你果然很懂我。我是被你骗多了，久病成医。不过以后我跟你也是旗鼓相当了，你可别想糊弄。 哼，不敢，不敢。还有你那一把火，会不会狠了点？现在昊山的人马已经没有办法牵制陆远彤了，倒不如一把火把那批军械给烧了，不用便宜他们。我看，主名义这个地方倒是挺吉利的。怎么吉利了？一战功成，一箭三雕。 还不吉利。可你别忘了，你就是在那里遇到了那个让你颠覆棋局的人。什么人？没什么。都说左相跟陆远彤是两个狡猾的老狐狸，我看你冯夕啊，才最狡猾。那你愿不愿意跟我这只狡猾的老狐狸，生一窝小狐狸呢？ 没羞没臊的。你是故意把我引到这儿来的？你少自以为是了，我只是来看看这里进展如何。这是个园子。停一停。 参见相爷，相爷有何吩咐？这个园子怎么写啊？这园子当中又是个什么字啊？园子当中应该是个姓袁的园子，那为何之中是个西字呢？这是你自己的意思啊？ 是我的意思，你忘了？我要以本名做匾额，又为何会把西字圈起来，画地为牢，跟个囚犯一样呢？你非要我亲口说出来吗？你说，画地为牢本身就是你的意思。这园子是专属于我们两个的地方，你想要永远跟我在一起。 所以你想把你的心永远都圈在这个园子当中。月圆，那这个月又从何而来呢？都。你为何这么看着我？你有什么请示吗？小人没有。那就继续干活啊！哦，干活干活。